接下来我们要将镜头转到马祖。上个礼拜我们报道了金马第四条的小三通，马祖白沙还有福建黄岐直航终于跨出去了，同时也打开了两岸封闭67年的历史。而这个礼拜我们要窥向马祖另外一个视野，就是这一两年来马祖推动的闲置军事空间的活化再利用。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位于南竿牛角的刺鸟独立书店，还有刚刚完工将成为年轻背包客旅馆的五五据点。马祖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碉堡还有坑道，总共有200多个，每座的碉堡又有它不同的风格与魅力。其中坐落在牛角澳的刺鸟独立书店就是由12据点打造出来的，不仅成为马祖第一家的独立书店，也是新的文化据点。至于设定年轻背包客为主要客群的五五据点，三面环海，旁边有马祖四大聚落保存区的金沙聚落，希望借此把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带进来马祖，了解马祖丰富的战地文化特色。在博弈停摆后，这些文化人坚持马祖的核心价值，让马祖风华走出自己的路。我这边就是四行仓库，我要死守这个空间。这边有100多尊神像，那人口可能大概差不多100多个而已。我有把握，非常有把握。战地文化这一块，在马祖，我觉得或是在全台湾，或者是在全世界，它都非常有特色。跟世界文学要连接，所以我们在这边变成一个茶空间，那茶的空间就代表着一种和平。那这边是代表是战争嘛，坑道代表战争，那我们的空间的应用就变成跟它是战争跟和平的是一个连接图。啊，这些刚硬的东西，啊，在这个过程我们变成一个。比较属于人文性的东西，它可以慢慢变成转化为类似一个小画廊。曹宇雄，前连江县政府文化局局长，这里是他一手打造的刺鸟咖啡书店地下一楼，由花岗岩挖出来的坑道，他称之为托尔斯泰走廊，用来跟世界接轨。这里既是艺文小铺，也是画廊。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是把它保留下来。那过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可以看到黄岐、奔基山，还有晋鱼，还有大帽山，在那个年代里面，它的标识把它标出来啊，以示让这些所有官兵了解哦，对岸就是敌人。那我们怎么样防？墙上写的是碉堡对于附近海域的掌控。任何人都表达他的意见。坐在一楼窗前，曹宇雄分享他催生马祖第一家独立书店跟艺文沙龙的想法。我之前我不是叫刺鸟，我想说愿那个叫灵魂的下茶处。那刺鸟主要是我相信也了解说他为了什么，他的这一生就是找那一棵有刺的树，在撞树那边那刹那就他听到最悦耳的声音，其实他是在隐喻我自己。刺鸟咖啡书店位于南竿牛角聚落的12据点，从步道走下去，经过圆形拱门，眼前出现的是披上迷彩装的碉堡，以及辽阔的海景，可以鼓浪听涛。人我不可能是在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长出来的，所以我们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扎根，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这样的空间和环境，不断地跟自己对话，跟世界对话。书店摆着文学、哲学、历史等各类的书籍。这间是三个卧铺的小小民宿，刺鸟两个字就贴在门上。它是马祖新的文化据点。马祖本来就是世界遗产的一个第18个，准备点，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从聚落保存延伸到这个军事活化，我们应该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个另类的属于自己的在地的人文。往二楼走，迎面而来是寻找更深的感动。这些到目前这个整个空间的应用，就是包括把我老祖母的那个床板啊，还有一些柜子，过去的那种年代斑驳的那种感觉，有历史岁月的感觉，就像我们讲到早期的聚落保存，人家觉得这些破房子是代表落后、颓废，代表不进步。但是现在变成观光的资源。这一排都跟艺术有关，还有文创商品。不管坐在哪一个位置，窗外美景尽收眼底。如果今天在南竿岛活化个十来个一个碉堡，它可以提供一个作家，或另外一个空间成为艺术家可能在某一个空间可能变剧作家。十二据点之后，正在规划的是胜利堡，它是一座深入海面的岛礁碉堡，未来将作为战地博物馆。下午2点，准备从博鳌港到大陆马尾的旅客陆续登船，这艘金龙轮可以搭乘188人，这一天乘客只来了20%左右。去年底马祖白沙港跟对岸黄旗直航之后，不管在航程或时间上，马尾航线渐渐失去它的优势。现在黄旗航线开辟以后，这个小长荣航线大概会持续的增加，但是我觉得说黄旗航线跟马尾航线是可以互补的，我们希望两条航线能够持续的繁荣。4年前到马祖行销博弈公投的怀德公司，他的办公室就位于佛澳港这一带，如今人去楼空，换成一家早餐店。那么曾经办得轰轰烈烈的博弈公投，对马祖人来说就此打住了吗？这个要政府来决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说盖也不错啦，盖一盖我们可能会带动一些观光啊，对不对？经济上会比较好一点。南竿狮子市场卖的都是马祖的传统食材干货，还有海鲜。博弈公投之后，马祖的游客人数的确有增加，行政中心所在地的介寿村也有好几栋房子正在盖，但是一般民众却感受不到马祖的大景气。从博弈公投过到民宿，应该这几年应该成立有增加了三四十家，对，三四十家。那一家以五个房间来说，大概两百个房间呢。其实，如果说政府真的有想带动这个马祖观光，既然我们马祖是战地嘛，那把台湾的一些那个新兵训练营啊，可以移到我们马祖做新兵的训练的基地，那这样子也可以相对的，台湾的那个探卷也可以来马祖，相对的也带动了这些探卷的人来马祖。刺激马祖的商机。对于博弈还要不要继续推下去，陈景泰的看法是：对我个人而言，马祖不要走博弈可能会比较更好，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希望我们下一代那个生活品质，那是属于没有受到这种那个博弈的入侵情况下，可能对下一代的孩子的那个教育会比较。乡公所他们有做了一个配套措施，就是当这边可以看得到蓝眼泪的时候，会把这边的路灯全部关掉。那关掉之后，这边你站在我们的阳台就可以看得到蓝眼泪。在我们的顶楼，你就可以直接躺在地上看星星，甚至到夏天，整个银河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王台农是福建梅花莱的第三代，爸爸王永兴从年轻捕鱼到现在，早期马祖的虾皮还外销到日本、韩国。这几年来，因为撤军，阿兵哥变少了，渔获也不像过去年年丰收，因此不得不转型。其实渔业我爸爸还在做，我爸还在捕鱼。马祖早期可能靠军人生活，啊，现在已经军人都撤离了，撤离的已经剩不，以北竿来讲可能剩三五百个。你现在马祖要继续生活下去，那你一定要转型。博弈公投之后，王家盖了这间民宿，以接自由行的游客居多。现在由王台龙夫妇等年轻这一代经营。好多。我们会有做一些他的一些活动，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看锅，我们家自己的渔船回来，那客人可以去体验我们自己家，去看我们家自己捕上来的鱼。那我们家在渔季的时候也会提供餐点。那都是我们家自己刚捕上来的鱼，新鲜的鱼，你要客人可以直接下去看。三月中旬，王永兴特别到了澎湖预订一艘娱乐船，将来有可能到了夏天或者是蓝眼泪季节，他带客人到这附近。我们从这边过去之后，它会有一个完全没有光害。其实我觉得连江县政府可以再做的是说，有没有提供就是，艺术家哈，艺术家就是，我提供你住吃，你过来，你帮我做一些文化，那个艺文的东西。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在去年邀请香港青年弟子保育大使团来到马祖进行交流。我们学校唐旗国小嘛，我也负责训练学生。陈秀梅是北竿唐旗国小的老师，曾经带我们上北竿后卧村的罗棒山，那里是赌场预定地之一，也是他担心可能带来的大破坏，让中小学生当解说员，说出他们心中的马祖比大人更具魅力。那一次他们给我们的回馈是说，他们觉得马祖很美，然后他们也知道马祖有蓝眼泪，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很想下一次再自助型的再来北竿玩。对于白沙黄旗直航之后带来的陆客人潮，陈秀梅也说出她的忧心。我自己的角色是教育人员嘛，那我的角度认为说，马祖早期虽然说我们生意只有做几个月，可是实际上呢，我们马祖的大地啊，也都在休息当中。从刚刚这样一路进来的地方，其实都算是五五据点的营区范围，对啊。那我们主要的青年旅馆的建筑物是在下面。那之后，像我们右手边，你看这个山坡上面啊，之后会变成一个露营区。刘真雅，马祖的年轻世代。返乡后曾经在举光乡的东莒岛参与大埔聚落文化的保存，因为喜欢旅行，加上有社区营造的经验，希望把五五据点打造成年轻背包客的旅馆。那之后这一块就是我们入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柜台。那除了柜台旁边，我们还会再设一个那个吧台区，就是给之后楼顶的那个户外咖啡馆的部分。那我们现在这边旁边这个房间，这个房间是一个四人房呐、就是上下通铺的四人房。那我们再走进来的话，左边这两边是两间八人房，也是上下通铺的，也是我们自己弄的啦。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仿照以前的阿兵哥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洗手台，因为我们室内的厕所的空间不够，所以我们就自己再设计了一个这个洗手台。五五据点是由军方释出，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经过整修后委托规划经营管理，以年轻背包客为主，最重要是要保留它的战地文化特色。那就是这一块是我们的就是用餐区啊，
那那边就是我们的观景区、观景台。对，像我们走出来一点，往右手边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金沙村，最上面这边的风景是最好的了，这边的视野。其实我们现在最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的金沙村，然后再延伸过去那边是五七据点，我们现在这边是五五据点。那天气好的话，这边其实看过去，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大陆，对，非常近的福州。过去马祖在战地政务时期，军方用来盖碉堡、挖坑道的地点，通常是面海，风景最美。五五据点三面环海，旁边有金沙聚落，是马祖四大聚落保存区。加上新的元素之后，是否会擦出新的火花？那虽然说这边的地点比较偏僻，比起像三龙村、马岗村来讲比较偏僻，但是偏僻也是一个特色。因为如果有些人他比较不喜欢那么吵闹的地方的话，那这个地方就很适合。战地文化这个特色是只有在马祖这个地方才有的，所以它并不是说去跟闽东文化去做一个连接，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特色。那只是以前的时候还没有人去注重这一块。马祖因为过去这种战地跟军事管制啊，它过去是处处皆要塞，处处皆堡垒。早期在马祖服役的军人还是非常的多，我们有推一些老兵回返的一些回到原来的驻地的一些活动。国运打住之后，马祖这四年多来有它变与不变的地方，如今南眼内闲置军事空间活化再利用，一跃而上。那么下一步呢？今天能够让我们支撑下去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马祖要走出自己的风格，我们别的没有，就是只剩下这么一点点的自信。四年前，马祖举行博弈公投时，民意虽然支持博弈，选择了一条既是大开发也是大破坏的路线，但是四年来博弈没有新的进展，连投资的怀德公司都已经撤离马祖。对马祖人来说，博弈似乎已经暂时打住了。博弈虽然退位，不过这几年马祖也有新的亮点，找出新的优势。除了最夯的蓝眼泪，在借由闲置军事空间的活化再利用，拉出了一条新引线。十二据点还有五五据点只是打头阵，谁说未来还不会有剧场、音乐厅或是小说艺术创作馆的出现呢？